这张照片里的人可能就是杀害小新的人，不然就是跟小新的死有密切关联。我要去一趟雾津才行。为什么偏偏就在那些人拍照的那个地点，我们小新会溺死呢？难道水晶跟小新的死有关联？李水晶的妈妈就是那个女人，替我跟小新拍照的人。不知道这个女人吗？这个吗？她是已经守的雾津连续杀人案的被害人。10年前的事记不清楚了。那你为什么没有把10年前的杀人案资料全部给我？为什么要抽调祁东浩杀人案资料？是因为祁东灿，你说很好奇寄恐吓信给我的人到底是谁吧？那个人就是这个家伙。我所认识的祁东灿不是那种人，那小子对他想守护的东西愿意冒生命危险，所以你一定要待在祁东灿身边。每周五、周六晚间10点，《神的礼物》。